的名字是苏佩，他是独自经营自己的独立发明家，他的工作是位于泰国，他在创造新发明和进口出口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。如果您想在泰国介绍您的产品或业务，他可以成为您的专业顾问。他的发明文字陷阱是泰国最畅销的，他想在泰国以外创造新的发明。现在他的目标是在香港和中国开放市场，他可能是你的好伙伴。如果您有良好的项目或产品可以为他提供业务合作，请联系他。谢谢。